好，我们开始上课了。那个，这属于那个期中考范围。内在那个检讨期中考跟发考卷的时候，有同学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你有时候常会把向量，给你三个向量，那你会把它排成三个直的，或排成三个横的。它有时候排直的，有时候排横的。到底是什么时候要怎么排？哦，那我是跟你说，这个我的答案是看你要做什么事情啊。那我一直找不到，谁这边有期中考照考卷吗？我要考期中考题目来考，有吗？哎，好，谢谢。比如说这个。学校考的8A 好，OK，一这个8A 为零，我让你做这样一件事情啊，我说这个有一个集合里面有一个一二三，然后有一个一负一二。还有一个185，谢谢，我叫这数字就好。好，那我现在这边有三度空间中的向量。如果我要问的是，如果我要问的是，是否独立？OK，那如果你要问说是否独立？那我说 V1、V2、V3 独立的定义是什么东西？是 C1、V1 加上 C2、V2 加上 C3、V3 等于零，只有零解，对不只有零解叫做，只有零解叫做独立。然后下面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了，是不是？我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怎么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化成矩阵形态，会变成 V1、V2、V3，然后这边有个 C1、C2、C3，然后我这边要写三个方程式都是等于零。Okay， 所以是写成直的，为什么？因为你要写这，你需要解这个问题。OK，好，那怎么解就随便解解看，没关系，这你都会了。OK，现在问题只是在你说有时候看到直的，有时候看到横的，觉得很奇怪。OK，那另外一种题目是什么？另外一种题目是，哦，这边写一哈，OK，好吗？这边写一。如果是二呢？我问他说：“如果 U，我题目是 U，对，题目是 U。我说 U 是 span 这个，copy 起来。复制，OK，贴上。”重来一次。复制。贴上。我现在问你一下，OK？U 呢是一个子空间。它是由这三个向量所 span。那我要问你什么？求 U 之 basis。OK。那这边有几件事情你可能会想错。第一个是说，好，你看到三度空间中，你又看到三个向量，
然后你一时不查，以为这三个向量是独立，然后深度空间中三个向量说它会展，那它既然独立，它就展开 R3。所以你告诉我，然后你就回答我 ，U 的 base 是10001001001，因为它是 R3。OK， 好，事实上一般出这种题目就是它不是独立，那不是独立表示说，它们事实上三个向量是共平面。所以你给我一二任意三个里面任选两个来给，事实上都可以，因为三个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或者就是说，你如果你的答案是1231-12跟1231-85，或者是1-12185，答案都可以。可是因为你这边还要求 U 垂直，所以你要怎么办？那我要求。求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为什么什么叫做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数字较小零较多OK， 零比较多的这个东西，我试试看哦。那什么东西？那你就会怎么做？你就会这样做。我会把这三个向量我拿来操作，好吗？我用紫色，我拿来操作，1123，1-12，1-85，我把排横的，好吗？我把它排横的，那我来操作，操作什么？用什么操作？以消去法，来简化。OK， 把零做出来，用消去法把零做出来，那你说怎么办？好，因为好。有这个负一，然后这负一，你就得到什么？第一个还是123留着，可是这个开始有一个零跑出来了，然后这边有个负三跑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负三啊，这边有个负一跑出来了 ，OK， 然后这边这个呢，这边有个零跑出来了，然后乘以负二往下加，这边有个六跑出来了，啊，这边有个二跑出来了。是让你已经一眼看出或我把它做完整就看出来说最后一个 row 已经被消除了 OK 所以摆横的是用来做消去法OK， 那用消去法做什么？你在几个这几个向量之间做简化，比如说1231-12，事实上就是123跟0-31啊，0-3-1或是031之类的。所以这边如果到最后你的 basis of U 是等于什么？是只有123跟0-3-1，是这样。OK， 啊，最后一个已经消掉了，变0000，0100就不用写了。OK， 可以吗？所以这是一开始回答这个，你们可能会有问题，什么摆直的、摆横的，或者告诉你说不要那么自私化，我不是教你一个。这个罐头的方法，说你一定要摆直的，看到三个向量摆直的，然后你准备做什么事情？因为看你要做什么事情而决定说你要摆什么。OK， 这个是因为你要写这个放容式，所以把它摆直的。OK， 所以这个是
这是百质的理解出方程式。百质是要解方程式 ，OK？ 那百合呢是要做什么？百合呢是用消去法来简化。啊，你不要把这两句话当成圣经说啊，简化百合的解方程式是百质的，所以不是这么单纯的百质的百合的，就看你要做什么。OK， 记得你是要做的事情，百质的百合的不重要，很重要，可是不是重点。如果你好，我今天开始第三章，大部分重要的东西我都已经写好了。我今天就做一些操作，因为不太确定说你们这个到底会到什么地步。啊，期中考前我本来以为要考的，所以我也讲了一些，所以我就跳过去啊，不是跳过去，有些东西我就跳过去。从最简单，我只讲最必要的。然后你会发现第三章行，第三章第五位行列是指 determine 一下子就结束了，所以请你集中精神，不要睡觉，好吗？刚刚借我发考卷，希望你都醒过来。第一件事情，这是方阵的属性，所以一定要是 n 乘以 n。如果 n 是二，那 A 是几阵？行列式的写法就这样子，看你是要写这样子，或者是写成这样子。第一题是 determinant 的缩写，所以 A 的 determinant 这样写，或者利用绝对值加在矩阵外面表示它是行列式值，可以吗？二乘二，那就很简单，对不对？这个是正的，这个是负的，有没有问题？没有。下面这个蓝色的，我不太确定，你有没有学过 cofactor 展开？高中有学过这个举手？四乘四你会算？我只要知道这个东西你会算还是不会算就知道。二乘二矩阵你会算，对不起，二乘二矩阵行列式子你会算，三乘三矩阵行列式子你会算，四乘四的行列式子会算的举手。不会算的举手，没有学过的举手。好，但我也没有学过，所以请你注意，好吗？应该是定义两个名词，一个叫 minor， 一个叫 cofactor， 有点像，有相关，基本上的意思都是，尤其是 minor 就是小一号的意思。那什么叫小一号？ minor 的大写通常用大写的 M 跟 C 来表示，好吗？大写的 M 跟大写的 C 来表示，那 MIJ 表示去掉 row I。跟 column j， 第一个矩阵本来是 n 乘 n， 你把 row i 跟 column j 划掉，会剩下一个 n 减一乘 n 减一的矩阵的行列式子，矩阵的行列式子叫做 mij， 换句话说 mij 不是一个矩阵， mij 是一个矩阵的行列式子，它是一个子。Okay？ cij 只是 mij。看你是哪一个 i 哪一个 j， 然后乘以负一的 i 加 j 次方，就这样。看不懂，看这个 ，a 三乘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随便举的。求 a 之 c 一三 ，cofactor 一三 ，cofactor 一三是不是要先求 minor 一三？对不对？那 minor 一三怎么算 ？minor 一三这样 ，minor 一这是 row， 这是 column。OK， 第一个 row 第三个 column 划掉，第一个 row 第三个 column 划掉 ，row 一划掉 ，row 三划掉
是不是剩下一个二乘二？我看懂吗？剩下一个二乘二，那个二乘二矩阵的行列是值，所以剩下是4578，是32扣掉35，等于负3。Minor 是剩下 n 减一乘 n 减一的矩阵的行列是值，的行列是值。Cofactor 是 Mij 乘以负一的 i 加 j， 负一的 i 加 j， 负一的一加三是负一的四，负一的四是正一，正一负三，所以 Cij 等于负3。有没有问题？我来讲一次，也是事不重要。从蓝色这里开始，定义了两个东西，叫做一个矩阵的 minor 跟 cofactor。minor 计算去掉 row i 跟 column j， 剩下矩阵的行列是指，重点在这里，的行列是指 ，OK， 它是一个值。行列式子出来之后，负一的 i 加 j 是吧？是 cofactor。OK， 可以吗？那就做这干嘛？算行列式子 ，by cofactor expansion， 叫做 cofactor 展开。cofactor 你就不要翻中文好吗？这个字英文没有那么难念 ，cofactor，cofactor 展开 ，expansion 是展开。那什么叫展开啊？红色这边这个字，你可以对任一个 row 对任一个 column 展开，都可以得到行列式子。以这个例子来说，我现在这个是什么？对第一个 row 展开，对第一个 row 展开，好吗？第一个 row 是不是1112跟13，总共有三个元素？那什么叫展开？每一个元素乘以它对应的 cofactor。每一个元素乘以对应的 cofactor， 每一个元素乘以对应的 cofactor， 三乘三总共有三项，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展开得到什么 ？a 一写在这里，然后这个呢是负一的一加一，那一一化掉，是不是剩下 a 二二、a 二三？A32A33， 这是第一项，有没有问题？可以吗？有看到吗？那第二项呢？把这个移下来一点，OK， 第二项什么？A 一二是吗？负一的一加二。那一二是什么东西？第一个 row， 第二 column 划掉，是不是2123 3133？是不是都要这样子？可以吗？有问题吗？要问我吗？第三项。13负一的一加三，一三在这里，剩下是21 22 31 32，可以吗？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三乘三，紫色 ，OK， 三乘三的行列是指变成。三个什么？二乘二。算一次三乘三，变成一个二乘二，可以吗？那如果再移下来一点，不错，可以切好。那我如果刚刚问你那个，如果这是一个 A，
四乘四的行列式子会变成什么？总共需要几个三乘三？没有听懂我问的吗？这边是不是一个三乘三？变成三个，这样是要很难写。说我用文字写，需要算三个二乘二，对不对？那四乘四需要算七个三乘三，这个四个，那每一个三乘三需要几个二乘二？三个，对不对？过四乘三个二乘二，对不对？那我们我说这件事，三乘三需三个二乘二，对，所以四乘四需要四个，啊，五乘五了，五乘五需要几个？那岂不是四乘五？啊，你可以给我一个数字吗？不是，不要给我那样数字。啊，六了，七了，我不是要靠你算数啦，这叫什么？这叫四阶乘，是不是？哎呦喂啊，好险啊！十二个，对不对？所以这是多少？四阶乘是二十四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四阶乘除以二，啊，这是五阶乘除以二，可以吗？啊，这个呢？这是什么？呀，三是吧？三阶乘除以二，可以吗？所以 COVID 的展开，如果你一路要这样展开下去的话，你所碰到的是类似阶层的状况。OK， 不管你，我现在先告诉你一个方法，好吗？所以你可以帮我算一下。喂，我们先看这一题怎么算。这个四乘四怎么算？在你还没有下笔之前，你知道重点在什么？重点在这行红字，红字不见了，在这里。对于任何一个 row 或任何一个 column 都可以展开。换句话说，你有四个 row 可以选，你有四个 column 可以选，总共有八个东西。如果四乘四的话，总共有八个东西可以选。问题是要选哪一个啊？首先，你看展开是不是都有这个？每一个元素对应到它的 cofactor。如果元素本身是零，那一项 cofactor 是不用算，那一项就是零。所以 扣分 的展开，你要对零特别敏感，好吗？对零特别敏感，你要选零比较多的那个 row， 或是零比较多的那个 color。所以这个蓝色这个东西来看，你会选谁啊？
你会选择对谁展开最好？你不会选第三个肉吧？七负二三五，对，那叫没事找事，对不对？因为我说对每一个肉、每一个 column 都可以展开，而且结果都一样。那选一个最好算的啊？那选谁最好算？那叫做第三个 row， 第三个 column， 对不对？第三个 column， 所以对它展开，这是 column three， 对不对 ？column three 展开，所以弄小一点，这个 A 的行列是指是不是等于？这是三一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对不对？不管了，随便造型。把写好一点，这叫 A 一三 C 一三，加上 A 二三 C 二三，加上 A 三三 C 三三，加上 A 四三 C 四三。这是你对 column 三的展开。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是零，然后这个也是零。然后这个也是零，不用算，三个 cofactor 都不用算，只要算一个，只要算一个 A 三三是不是三 ？OK， C 三三是负一的三加三 ，OK， 还一划掉剩下谁？一划掉 ，OK， 矩阵行列式子划掉，帮你划一下好吗？选了这个是吗？所以是这个画，这个画，所以画了之后得到什么？二一四零负一二零一负三，会不会写错？没有，这样子。到这里不要急好吗？不要这边画圈圈还不急，我想说三十三我已经会算了，如果你用 cofactor 继续下去呢，你会觉得对哪一个 cofactor 展开会很容易算，是不是这个？尤其是这个，对不对？啊，所以前面这个先把它化解一下，这是不是三？这是正一。哎，啊，下面这边呢？这边是不是二？那这是不是一一？哎，好，再把它化开，负一二，一负三，对吧？好了，够简单的，求答案吧。三乘以正一乘以二乘以正一乘以这个多少？三减二，所以答案是不是六？可以吗？有没有问题？要睡着了。那给你这题来做做看好吗？来做这题看看好吗？好，我做一次给你看。这个呢，要观察久一点，好吗？当然你会看到有好多有剩下两个不是零，OK？
可是这边还有只有一个是零，是吗？只有这个球，所以应该第一个最先展开。哎，所以 A 的行列是指等于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第五个 row， 第二个 column， 这是52对吗？这是52，所以 A52 是9负一的5加2。OK， 划开。那中间为什么画直线可以？因为我现在求行列是直。OK， 那我有点判的话，说我用细线把它隔开一下。OK， 所以这边得到的是负九十三零零零九负三，然后负七一零负，然后零九零二。OK， 啊，天下没有什么，还有很多那么幸运的，现在是最多只有两个零而已，两个零有一个、两个、三个选择，都一样，没什么差，所以我随便选一个，假设对它。好吗？你选的可能不一样，到时候我再 check， 答案是不是一样？好吗？啊，如果是对它，记得这边要画一个大括弧一点 ，OK？ 这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这是三，一二三，这是负一的，这负一的一加三 ，OK？ 然后画开，负九十零零零。负三，哎，我画错，写错。OK， 划开，零零负三，负七一负零九二。再加上九的负一的二加三 ，OK， 那这是多少？啊，负九十零零零负三，哎，写错，多少？这个画这个，这个画这个。负七一负零九二 ，OK， 辛苦啊！这是负九，对不对？三乘以这是得到三，这个呢正负正。所以这边是负三乘以负七一零九，对这个展开 ，OK， 好，这边呢九乘以负一，哇，这个没什么细唱是吧？不想做了，时间到了，要下课 ，OK。所以这里告诉你说一件事情，扣分的展开一定会让你得到行列式值，它得到一个方程式的方法叫降幂，五乘五变成四乘四，四乘四变成三乘三，三乘三变二乘二，到时候你就会做，一定做得出来，只是呢，就前面分析的这个，如果里面一大堆不是零。也会变成阶乘式，要算好多好多好多运算，
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有效率，尤其是手算，即使是电脑算，它也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因为它没办法节省。OK， 换句话说，算十就是你就算死你了。OK， 所以什么样最有效率？我上次已经讲过效率法。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个题目的时候，那也是指没有指定方法，消息法用是最快的。那你如果看到的行列是有一些特殊结构，比如说一大堆零，我们对称啊、乱七八糟有的没有的，那就要想一些其他方法来做。OK， 所以今天刚刚讲的是 3.1 节，主要讲的是 minor 跟 cofactor， 下面一节就开始讲一些行列式子的特殊性质。好，我们休息。就是事实的一些性质。这些性质通常是让你来，不是让你来。有些时候在一些是非题的时候会出现，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对于你了解行列事实也很重要的题目。第一个，下面有三个是跟所谓消去法相关的。OK， 我这边应该打个引号比较好，因为消去法是解线性的立方程式会用到的所谓 raw operation， 所谓列的操作。OK， 怎样把三个列然后做操作？通常呢是列提出一个实数啊，或是列对调啦、啊。或是列成一个参数加到另外一行，所以就叫 title 就是叫做消去法相关的。好，只是这边是跟行列式子有关系。第一个，每一个 row 或者是 column， 括弧 column 是或者是 column， 可以提出一个实数。也许你看这些中文字看得不是很清楚，那我希望你下面看这个数字，数学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同样是 A B C D， 如果你有一个 row 可以提出一个 K 出来的话，那怎么可以提到外面来 ？OK， 可以吗？我把三个讲完再一起举例子啊。那第二个是，如果两个 row 对调的话，行列式子要变号，两个是对调，两个若对调，行列式变号。OK， 第三个，这是消去法当中常用到的东西，一个若乘以 k 被加到另外一个若，行列式子不变，行列式子不变。OK， 好，那我们现在就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三项。第一个 row 可以提出来，比如说出绿色的哈，已知 A B C D 等于3。OK， 那我问你说2A 2B。C D 等于多少？或者是说 C D A B 等于多少？或者是说负 A 负 B 负 C 负 D 等于多少？就设这三题就好了。题目就这样。我没有告诉你 ABCD 什么数字，我只告诉你说这个行列式子。换句话说，因为二乘很简单，我告诉你是 A 乘以 D 减掉 B 乘以 C 等于3。我没有告诉你 ABCD 是多少。然后我想问你的是 2AD 减掉 2BC 等于多少？
啊，这是因为实际上太简单了。这个，我用什么东西来写会比较好？我如果用细一点的紫色笔，细一点的紫色笔，你也许会说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 AD 减掉 BC 是吗？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是不是2AD 减掉 2BC？ 是不是就是两倍的 AD 减掉 BC？ 所以是不是应该答案是6？OK， 那你说哇，这个我会，这个是什么？这是不是 CB 减掉 AD？ 那这是不是就是负的 AD 减掉 BC？ 所以这是答案就是-3啊。对，我直接从这里来，直接从这里来，那我可以推到个体的答案。那同样这个呢，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 AD 减掉？我写清楚一点，这是不是负 A 负 D 减掉负 B 负 C， 就是 AD 减 BC， 就是3啊。如果你这样回答的话，那就完全失去我的美意，你知道吗？就是硬凑的。为什么硬凑？我这边只要出个3×3给你，就画死你，而且可能会错。OK， 所以第一个我是要，第一个我换一个颜色，换红色啊。我第一个想要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二，这个row里面有个二，我可以提出来，所以它应该得到是两倍的 A B C D。OK。叫做每一个 row 可以提出来，这个呢，这个经过对调，所以是 A B C D， 是这两个东西的对调。row 就对调一次，对调一次成一个符号。OK， 那这个呢，这两个成一个负一出来，换一个颜色，紫色，这个跟这个。拉一个负一出来，所以答案是负一乘以负一的 A B C D， 是这样写才比较对。OK， 再说这可以多复杂，我出一题好吧？说蓝色，出一点，说已知。已知行列是指 A B C D E F G H I 等于负三。哎，我刚才问你啊，这等于多少？你可以说说看，你可以看出多尼来吗？就利用刚刚那个性质，记得每个入后框可以拉一个出来，对调变号。它可以用加，可以减。OK， 好，那我们就直接看答案了。比如说这个，也有看到
GHI 这有个 GHI 在这里，对吧？ GHI 差一个2， OK， 所以我先把这个直接往下写，我拉一个2出来， OK， 其他不动，不要一次太担心，一次做一个。A 加 D，B 加 E，E 加 F。OK。然后呢，这是不是乘以负一？往下加。第三个 row 的 DEF 就不见了，对不对？那乘以负一往下加，不影响它的行列是值，所以这部分前面两个不动，不影响它的行列是值，这是 C 哈。是不是现在变这样？OK， 那你本来是 A B C D E F G H I， A B C D E F G H I， 现在变成 D E F G H I A B C， 要调回去，你要调几次？调几次？调一次变一次号。所以如果调这里。如果如果这个跟这个调，先把 A 调到最前面去，所以2，然后这里面变成负的，对不对 ？A B C G H I D E F， 这边这样 ，OK， 然后这个还要再调一次，再调一次。所以这边得到2，本来有个负一，然后这边再有个负一 ，OK， 再调个负一，然后在这边得到 A B C D E F G H I， 这就是你来知道的2乘以负一的平方乘以负3，就等于负6。可以吗？好小，看不到。好小的话，我把它移一下，好吧？这样会大一点。啊，记得我现在操作都是 row， column 也可以做同样的操作。哎，各位，这个混着来，我现在对调 row 再对调 column， 可不可以？可以，也可以啊。那你要看出那，你要还原成原来的 A B C D F G H I， 你到底要怎么换？啊，总要对调几次？啊，记得对调一次，不要光想的，对调一次加一个符号，对调一次加一个符号，才不会错。OK， 然后你更不要去想说我全部乘开，我再来集一下，哦，那你错误几率100%，好吗？得分几率等于零。OK， 也就是说，二乘二绿色这里，也许可以捡到便宜。3×3这个就一定要运用这三个性质，好吗？再看一次，每一个 row 可以提一个东西出来，不是一个矩阵哦，一个 row 可以提一个。OK， 而 row 或 column 对调行列式值变号，
然后乘一个东西往下加，毛利是值不变。OK， 没有问题。下面，红色这是一个定义。OK， 对于黄链试纸等于零这件事情，对于方正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通常它会有好几种名字在不一样的场合里面。行列式值为零的矩阵 称为 singular matrix。 如果你一定要讲中文没什么太大意思，你说真的吗？我也不知道，看看好吗？Singular matrix. Singular matrix. 知道一样吗？哎，对啊，奇异就是要奇异矩阵，所以这两个中文字并没有带给你多大的含义。你说一个矩阵多奇异，它是长得有点怪，没有错，你不能叫怪怪矩阵 ，OK？它这样长得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除非你系数之间有成比例或怎么样，它的行列式子才会是零。所以你如果随便选几个数字就构成一个方阵，行列式子等于零，而几率等于零啊。所以它很奇异，它很 singular， 叫 singular matrix。OK， 啊，第二个 not invertible， invert 是什么意思？求反矩阵的意思。Invert 呢，就是反的意思。Turbo 呢，是可以的意思。所以可以反是什么意思？就反矩阵存在，好吗？反矩阵存在。Not invertible， 反矩阵不存在。Inverse 不存在，所以行列式子等于零，反矩阵不存在。奇异矩阵，反矩阵不存在。可以吗？要搞清楚。好，下面刚讲一二三，对不对？我们插一个定义进来。一二三，举个例子。好，下面四。如果你整合康勒为零，行列式子为零，或整合弱为零，行列式子为零，如果是怎么记？cofactor 展开你还记得吧？任何行列式子都会用 cofactor 展开。那你如果整个 row 是零，对那个 row 做 cofactor 展开，是不是行列式子就等于零 ？OK， 所以只要整个 row 是零，行列式子就是零。第二个，如果两个 row 相等，行列式子也是零。第五个。row 相等，行列式子也是零。还说这怎么解释？刚刚第三条是不是讲说，消去法里面一个 row 乘以 k 被加到另外一个 row， 行列式子不变。那你乘以负一往下加，是不是得到一整个 row 是零？那就用第四条，一整个 row 是零，行列式子为零。所以两个 row 一样，行列式子也是零。可以吗？同样的，一样的意思，两个若成比例，你也用 k 倍把它整个消掉，所以回到第四条，整个 row 都是零，行列式子为零，可以吗？啊，我也不知道你们上课戴耳机什么意思，算了。回家再听的意思。好，七八九十一次把它讲完。第一个，矩阵 C 倍，第七题哦，矩阵 C 倍，行列式子变几倍？记得每一个 row 可以拉一个出来，每一个 row 可以拉一个出来 ，n 乘 n 的矩阵总共有 n 个 row， 可以去拉 c 个出来。可以吗？
然后第八个，成绩的行列是指等于行列是指行列是指的成绩。Okay, 而且呢，而且再补上去，这个等于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实数乘法交换率，因为行列是指是数字，数字乘法满足交换率，这个再过来等于这个。OK， 好。第九个，写漂亮一点。Transpose 行列式是相等，转置过后行列式是相等。第十个，如果 Averse 存在，如果 Averse 存在的话。A verse 行列式子是行列式子分之一。第十个，有看到吗？所以第十个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件事情：为什么 A 的行列式子，为什么 A 行列式子为零 ，A verse 不存在？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放在分母，零分之一等于什么？哎，同学不是在学微积分吗？你会学极限吗？那零分之一等于什么？零分之一等于无限大。我给你一个概念好吗？实数知道吗？无限大是不是实数？认为无限大是实数的举手。那不是的举手。哎，老师有特别强调吗？有，好。所以，当你这个东西等于零分之一变无限大的时候，它就是不存在。OK， 它没有行列式子，没有行列式表示它不存在，可以吗？事实上，这边的七八九十，我好像一晃就过去了。这个是出题目是非题最重要的事情。给大家举例子。下一个算十一吧。Upper triangular matrix 什么意思？矩阵，三角矩阵，上三角矩阵，例子，懂吗？它是一个方阵，然后在对角线元素以下都是零。我再讲一次，它是一个方阵，然后在对角线元素以下都是零，称为上三角矩阵。三角矩阵，因为它长得跟饭团一样，叫三角形，三明治一样。它数字在上面，所以称为上三角矩阵。上三角矩阵的行列式子，特殊做法就是什么？就是对角线元素相乘。看懂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AII 什么意思？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是不是就是对角线元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举手。好，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这个东西的缩写？对不对？啊，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啊？再说一次。啊？又有点怪，可能是戴口罩。是 Sigma， 不是 Sigma， OK？ 对不对？啊，你知道 Sigma 小写是这个，大写是这个。哦，懂我意思吗？这是小写，这是大写。啊，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是 A 乘以 A 二乘以 A 三。OK， 爱说这是什么？这是派，小派，大派，派，怎么记 ？Sigma 是不是 sum？sum 就是和 ，OK，P 呢？你说那个拉丁文字这么多，为什么不写其他的东西？因为 P 是 product 的意思。product 什么意思？成绩的意思。OK， 所以你会 Sigma， 那我现在再多加一个，这就派。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所有对角线也是我成绩，好吗？对角线人数成绩就是上三角矩阵。的行列是 ，OK， 那这里怎么知道？扣费的展开，从一开始展开，为什么对一？一那个第一个 column 是只有一个一，展开之后划掉，剩下下面的二乘二，再对那个展开，再对左上角展开，哎，左上角。展开，一直对左上角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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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之后，它最后剩下一个，可以吗？所以只要上三角，下三角也是一样。为什么？看看咯。好，那我们下面就对这几个东西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好吗？我记得后面这里有测试题目。来，我不知道课本版本一不一样，看这个。True false， 第一个 ，A 加 B 的行列式子等于 A 行列式加 B 行列式子，对不对？和的行列式子等于行列式子的和。True 要给 good reason， false 要给反例。给你五秒钟。二对的举手，错举手，不知道举手，不知道再给你五秒钟。答案只有两种 ，true false， 没有不一定，不一定就是 false。还再表决一次，各位 true 的举手 ，true 要证明，各位 false 的举手，那不知道举手，你为什么不知道？如果你要猜的话，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是 true 还是 false？
你说 true 要证明，那我猜 false 啊。false 叫反例 ，false 不叫证明。OK， 那问题是你可不可以找得到？然后讲过这种反例哦，反例不要想太难好吗？不要想什么二十三、十七、乱七八糟，有的没有的。从零跟一去想啦，零跟一去想。哎，我问你，单位矩阵行列式是多少？一零零一行列式是多少？而且想二乘二就好，不用想到三乘三。因为如果 false 表示反例很多，表示反例很多，随便想大概都有。还说什么叫随便想？从零跟一去想。我不想表决了，可以吗？那你说什么？哎，我问你 ，I 是不是1001？I 行列式是多少？一，啊，负 I 嘞？负 I 就所有元素乘以负一，对不对？是负100负一，啊，它行列式值了，啊，一嘛，对不对？啊，两个东西加起来变成零矩阵，对不对？零矩阵行列式是多少？还有什么东西吗？可以吗？再想不出来吗？那我跟我讲过反例无穷多，对不对？啊，你两个 i 加起来多少？两个 i， 一个 i 加起来，一个 i 是1001。两，如果 a、b 都是 i， 等式右边是多少？如果 a、b 都是 i， 等式右边是多少？一加一等于二，等式左边了。1001加1001是不是2002？那2002行列式是多少？反例无限多不是吗？不管取哦，你只要随便想，这种反例很多，也就是说你随便想 ，OK， 会让你中的几率很少。通常你随便想出来就是反例，不信的话，你会随便想一个1234加1234加单位矩阵。出来都是反例 ，OK。现在只是因为你没有动笔，要不然你只要动笔下去做就是反例。好，第二个，你还记得什么叫 invertible 吗 ？invertible 就是 able 变成 ible， 那是文法的问题。ab 有反矩阵，那么 a 有反矩阵，而且 b 有反矩阵，对不对？我要讲的是 3.3.23 问的是下列这个叙述这个命题，请问是 true 还是 false？ true 要给理由， false 要给反例。如果 AB 有反矩阵，那么 A 有反矩阵且 B 有反矩阵，哦，对了，举手。哎，不对了，举手。不对，要举反例。我再问一次。如果对了，举手。哎，对，要证明。胸有成竹的样子。不对，要举反例。错，举手。没有人敢举手。好，那修有重组那位同学，你认为呢？什么叫？我问你啊 ，A、B 有反矩阵，这张第三张讲什么？行列式子，所以跟行列式子有关，所以请你从行列式子去想 ，A、B 有反矩阵，代表 A、B 行列式子是。是零还不是零？我们全班都趴下，今天太热，吹冷气，趴下算了。喂、欸，那就直接讲一次给你听。我只想录音了。喂、欸、，A B 有反矩阵
AB 有没有离真？所以 AB 行列是指是零还不是零？不是零。AB 行列是不是零？那前面我们介绍 AB 的行列是指，我说这个 AB 行列是什么呢？ AB 行列是指根据这一条第八条 AB 行列式子是行列式子的乘积，根据第八条，所以不是0。那你对 A 行列式跟 B 行列式子有什么话说？它会是0吗？它是不是都不为0？不可能为0，都不为0。喂，不一定，不一定要给反例啊。两个不为零的数相乘一定是不为零，对不对？就很简单啦，如果化成实数，我写在这里 ，AB 属于 R。我要问的问题是 AB 属于 R， 实数哦。AB 不等于零，则 A 不等于零，且 B 不等于零。你说这个紫色框框对还是不对啊？对不对？对不对的举手。那不对的举手。不知道举手。好，大部分人说对。刚刚有举手同学，你肩负了一个责任，那你要证明。我可以先不怪你，因为证明的技术是在离散数学才会把你整个整理过一次。那你说这要怎么办？这样矛盾的证法来证。假设你后面那个是不对的，就其中有一个是零，其中有一个是零，那 AB 一定为零，可是 AB 又不是零，所以矛盾，所以这样是对的。我大概点到这里 ，OK。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那你认为我刚刚讲那件事情对不对？3.3.23 invertible 什么意思？是不是 AB 不等于零 ？A invertible，A 不等于零 ，B invertible，B 不等于零，所以这是不是 true？ 这是 false。OK， 这个还没想到，我再补一个，负 A 的行列式子等于负 A， 你说对不对？没有不一定，好吗？弄那么久了，还在不一定。所以两个答案 ，false， 对不对？啊 ，false 要怎么办？是啊 ，false 要给我反例啊！不要说看举证，看什么看？我说看什么看？对不对？拿给我看，就这样。Show me， 我直接给你们 show me， 最简单的，你们讲半天。false 要跟反例对就对。我说很简单啊，如果说啊 ，A 如果是120 1，OK， 那负 A 是多少？
负一、负二、零、负一。那这个呢？所以 a 等于一，然后负 a 呢？等于一。哎，很不幸就对了，怎么办？哎，这样就是反例了，不是吗？这两个一样 ，same。可以吗？啊，例如说这样的，如果说 A 啊，我用 B， 如果 B 是这样的，这等于多一，对不对？那这等于多少？所以这叫不一定，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没有什么叫不一定，不要给我不一定，只要给我这个就好了。这叫反例，好吗？给我这个就好了。不等于负 a， 我要的只是，我要的是这句话就好。哎，如果想知道更多一点，负一就是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这一条？这一条。我刚刚跟你讲说，这特别很重要。C 倍的 A 是矩阵每个元素乘以 C 倍 ，OK？ 那每个 row 可以拉一个 C 出来，有 n 个 row， 所以拉 C 个 n 个 C 出来 ，C 的 n 次方。刚刚的 special case C 如果是负一，那你就要拉 n 个负一出来。n 是偶数，不变 ；n 是奇数，差一个符号。所以复位的时候会怎么样，就不一定了。OK， 就不一定了，可以吗？好了，你们没先上课。